直击中国航展，彩虹副六等最新大型无人机系统亮相。2021年9月28日至10月3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珠海举行。26日，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了解到，多款国际一线无人机已经布展完成，彩虹旗下众多产品组团参展。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彩虹无人机积极开拓航空、物探、森林消防、应急测绘、海洋监测、海事应用、中继通信等民用服务领域。彩虹副六无人机这一款大型高空高速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系统的亮相，标志着彩虹无人机的型谱向着高空高速领域迈进，进一步满足未来多种作战样式需求。